赤脚踩在田里，全身肤色只穿着一件丁字裤的现代舞造型，在伴随着磅礴的交响乐音，尽情的在田间舞动。这是大胆前卫的阿美族舞蹈家古穆特法拉，他在台北闯荡20多年后返乡，他的舞蹈创作曾让舞评夸赞是台湾现代舞奇才。这次是他返乡后首次推出舞蹈公演，藉由个人独到舞蹈创作，在花莲家乡充满成长回忆的田园景色中，用舞蹈来诠释。其实这块土地养成了我的舞蹈。我的母亲很辛苦，在这样的环境下把我辛苦养大，然后为了感谢我的母亲养育之恩，然后再为这块土地做一个感恩的心，所以在这边做这样子的一个演出。古穆特的儿时记忆就是妈妈在种菜，自己就在这片土地上玩耍，和土地有了深厚的感情。这次推出春之祭田园舞蹈，要感谢母亲，也要回馈大地。但这样的演出看在妈妈眼里，觉得怪怪的。那怪怪，古巴鲁抓过，嘛怪妈妈。Mana umah-umahan masa kerosaan, ku tahu sakaku.虽然古穆特的母亲没有看过只穿丁字裤在田园跳舞的儿子，也担心别人异样的眼光，不过还是非常支持和赞同儿子的演出。记者嘎照花莲市采访报道。